个英兰对这段本文第七行，色化心为毕竟毕竟主，迄个个第七行哈，即、这个幽六因果，诸佛世尊所现化身，非毕竟主一。所作究竟，成色有情，以解脱故。第二为能舍利，哈、哦，不偶涅槃，为求如来相助心故。第三为能舍利轻慧诸佛，令我心清净法告故。第四为能无佛深深刻用，恐所见者生厌大过。第五，令无自心发动精进，知正说者难可得过。第六，为诸有情极速生息，令诸精进不舍结果。这是读作结，我前日讲一讲了唔对个，哦，这是读作结啊。啊，即马来哈，修养心虽然唔是毕竟相助，啊，修养心就是迄、个报体，啊，报体是有哪，咱前日甲咱讲，有哪是由发心所流所流出来，有哪是叫做功德心安尼，吼、哦，但是有哪时常如此安尼。神功也不是相助在这里，因为相助，譬如说他们就化身还是应身，化身应身的中间在这段，这个譬如说他当时出世做释迦牟尼太子到成佛，释迦牟尼佛，这个当然不是相助，啊，但是报，这个相信有哪是有一个受用国土，能够去教化那些菩萨。所以我们那不是永远的安尼。啊，就像在讲诸佛世尊所现的这变化心，我那是所起啊所灭，念伊出世啊念伊灭安尼。啊，出世嘛是有一百个、一百一个大千世界，咱知影嘛吼？啊，我想不止。咱好啊，经读的都是东方无量国土，伊拢有无量的这个个。而且这个化身，化身的机制行动和咱人一模一样，但是因为伊是唔是胎生的，哦，这咱有甲咱讲过哈，所以我那袂当毕竟相处安尼，连咪起，连咪落，连咪生，还连咪表示了烦恼呢。好、哦，安怎样哈？所以今来在讲第一道团，这个个袂当毕竟相处，还佫有六种的原因。第一，化身出世的目的是去度脱迄个众生色的众生安尼。啊，即嘛化身出世，就是讲，比如讲释迦牟尼太子，伊来出世了，啊嘛一段时间，八十年，虽然人间八十年，伊就完结啊，就涅槃。啊，在这段时间，咱再来讲这段时间哦，伊目的是要度化迄个。过去无量劫以来，对伊个修行诶，互伊成就安尼。伫即个个化相如来底吼，化相如来底就是伊个座下海佛弟子，拢都是无量劫都还没做伙啊。啊，做伙即马来到最后，伊成佛的中间，譬如讲海一寡尊者吼。有那破定迄个主导，安尼实际讲是无达到成圣。啊，做佛道教因教化，搁再教因爱现菩提道出来，吼、哦，将来度无量众生安，啊，大家到尾肯定，啊，肯定了准，甲因受记作佛安。迄段时间是安尼，哈、哦，安、啊、怎样吼？即马即个讲，唔敢讲要度脱。将形式的将军，互因形式安尼。
啊，即马搁再来吼，就讲伊细化一级成长，搁再注重生息个友情，啊，甲互伊解脱安尼。因为生息归生息啦吼，啊，解脱归解脱。因为分段生死是无生息，但是变力生死是渐渐生息安尼。啊，但变力生死渐渐生息嘛，都爱将来爱有解脱的这个个实际。啊，解脱是一个自我解脱，这是无准生。吼、哦，啊，就爱度众生无量，啊，甲正常无上菩提，安尼较有准生安尼。但即个过过，就讲达到究竟者安尼吼。啊，所以伫一其中中成熟的即个友情，令伊解脱安尼。但只要即个解脱，我真有写到一挂乌棒，咱真有爱心知影，甚物个解脱。吼、哦，所以即内底讲。未成熟的友情，予伊成熟的因，啊，所作已经达到究竟安尼，好安尼较有准生。啊，那无是无准生，哈、哦。啊，到即马咱来甲看即个乌班吼解脱，即马即点是重点啊，因为即要结束啊，好、哦，即本应该要结束。哎，结束即马咱就爱知讲，咱学是学甲种了，有那就爱实际解脱。啊，唔是个别解脱，就是共众生同解脱安尼，安尼开始健康。好、哦，啊，你讲个别解脱是自性的嘛，阿罗汉道，吼、哦，啊，叫咱即马来注意，咱即马注意啥？注意讲经唔是看看的，啊，读读的都解，都叫做解脱啦。后壁一条路啊，佫真长的，关掉。这条路足长，但是要行，就爱行了正确。啊，若行了无正确，当然愈行愈歪错。啊，搁再讲一点呢，讲你若是无真精进，路是正确的，啊，你都无要十足的去努力，嘛是时间拖足久安尼。啊，即咱先来了解，什么叫做解脱？有两法义上有两段，吼、哦，这两段咱先知影哈。这个吼、哦、两种的解脱，那么这个是属于报性论，这个是属于生死论，吼、哦，这论是拢菩萨写的，写唔到超过无，我是唔知影啦吼。但是这个一定要再重新理会这问题。什么？这个为诸众生，吼、哦，譬如讲，诸众生相为业霸，业成所霸安尼。啊，这业成所谤呢，就是讲善业甲恶业，因为善业是善报，嘛是谤。好、哦，这有劳报之，那我在谤。啊，这有违法也是谤。我之前讲呢，这两种名相，敢知影？知无？有违法也是谤，这爱知影哈、哦，就爱达到无劳，卡叫做解脱啦。啊，不过众生。接到这个人间的这个善报，这个有哪办？啊，第二种就讲，唔捌的人恶业也是白干的，所以这个叫业，业成所白干的。但是未当脱离，未当脱离是讲未当脱离六道，因为善道也是白，恶道也是白嘛，这应该大家知影。这两项拢白啊，就是拢，那袂用威胁来甲讲，拢总叫做蒙蔽。有老正气，善的有老正气也是蒙蔽。恶的有劳终止嘛是妄病，吼、哦，所以咱即马就了个，吼、哦，欲解其百色的主宰安尼。所以我即马甲人讲，有一句话叫做“心生法生”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啊，心变法变，对不对？对嘛？啊，你心生善善心，安尼来讲嘛是百，啊，善恶心嘛是百，啊，善心恶心对对啦。就是对业色政治出来嘛，哦啊，所以心生善，未当达到无漏，就是含迄个发心未当动，未当动体嘛，啊，这嘛将来办。啊，你若恶心生起来，哈、哦，心生，啊，这样子恶法得做，啊，做嘛是办。啊，那心灭，啊，法得灭安尼。心灭就是讲迄个业色的政治那灭。啊，即嘛来咧，那么一切六道轮回诸相就灭安尼，啊，感情有，
恁在如众菩萨，听好无？就是迄个业识的正知，迄妄想心，妄想心生，啊，就诸相生，就六道轮回就生。好、哦，安怎样无？吼、哦，啊，你若妄想心生，就是有善心嘛，是妄想心生；啊，恶心嘛，是妄想心生嘛。啊，这对咱来讲是拢总无水准。好、哦，就是迄、那个。应无所住，二心其心，三门体空，迄、那个较符合到即个精神甲精德，迄、那个较是真真正正会落实解脱，好、哦，才做这点。好、哦，啊，即马即个来甲讲哦，第一个叫做性情解脱。性情解脱就讲咱人迄个阿赖耶性，拢总清净啊，安尼就解脱，因为无善恶有为的境界，当然都无生六道。会正报体甲依报境，我安尼讲听有啦吼，听懂无？因为这个仙嘛有伊个正报体啊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伊嘛伊个环境，就是在人间都在得你护佑，还是讲贵气，啊其实是无贵气，吼、哦，其实是无贵气哦，因为你人位愈悬，啊作业愈强，安尼讲贵气。我跟你讲，学佛的人啊，就开刀入面，迄款的人开始跪去。你要接受无？即句话要不要接受？已经落在真实的时阵的人，迄、那个想跪去。啊，当然究竟完满的佛尊嘛，迄最高贵甲最高尚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即摆要跟咱讲，就讲性啦、清净的阶段，就是无开业识境界，所以众生性本来就清净。哈、哦！但是本来清净，唔过无下白，啊个无念无自相哦，迄就是假讲咱人迄个发心，迄、那个发心是本来都无安尼，啊，但是无安尼想到咱会安尼，这个在于，迄都无迄落啦吼，无往角经咱看，就在有一个菩萨问佛陀，讲众生本来是佛。是安怎样开轮回？啊，这样你佛道，你已经十方诸佛已经成佛啦，啊，当时个起烦恼呢？啊，你这个唔得，感觉足怪的怪的嘛吼？我正念咧，敢听有？讲十方诸佛都已经清净啊，啊，当时个生烦恼，啊，烦恼就是啥？搁在无明啊？哦，啊，这我看到这条，我讲啊，代志都大条啊，啊，咱将来若搁成佛。啊，毋得搁再有一段时间搁再对了，啊对了，煞得搁修，修修若搁成分，三大阿僧祇劫搁成分，哎呀，啊得搁对了，安尼代志大条无？安尼若得修，都本来会搁对了，那得搁修，所以人佛得解说较真正确真，然后恁来看，恁来看安个经就知影。啊，这灵性老叫我甲引出来谈嘛呢？吼、哦，毋是，咱毋通讲。迄、那个菩萨问安尼，啊，恁大家当作佛一个在对着安尼，安怎吼？啊，所以这么来哦，发心是本来解脱，哈、哦，发心本众生的本性清净，而无下百，了无之相。但是咱这么已经有嘛，有变转，咱来行第二条路，哈、哦，所以这个叫做性情本来解脱啊。所以咱众生安怎轮回？迄、那个自性佛无相关着，是因为阿赖耶识在业识境界浮现的，啊，才有这问题出来。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叫做心性发生，心性发生是讲妄想心生安尼，啊，对一切咱个人的依报啊，甲正报，安尼甲正报体甲依报经出来安尼。吼、哦，啊，即嘛咱唔得讲个都本来清净，但是这咱过去有跟人讲过，众生有佛性。唔够有杂念，有佛性的时阵，有哪有杂念蛮多的。所以呢，念净叫做精进安尼，念净精进安尼，就实际甲恢复本来性情解脱安尼。啊，你安敢听有？听我，这是爱听我，因为你若无注意，这个精进哦，应该实在袂当恢复本来固有这个面貌，袂当恢复。啊！你若甲袂当回放哦，迄、那个业识甲有，就处有过必有，
所以佮比讲，你业识经济有，所以靠六道轮回。啊，你若处无过避无，就讲业识经济拢讲清净啊，都无六道轮回呢。好、哦，啊，即嘛即第二句叫做将尽解脱，就讲众生烦恼之歇。好、哦，烦恼就是歇哈，再注意哈，烦恼就是无明。即种即每项拢总知影。啊，即嘛来哦，将佮来将百姓的。将百即个圣经即个，啊，唔过因为将百姓都处幼，啊，所以未当出离，故有六道生死轮回呢，叫做处幼啊，故必有。啊，即马来哦，即、這个性啦，有道即个将百姓得了都无可能出离啊呢。但是即马处无故必无，你若会当离开即个将百，啊，那也是在经济你会当清净。安尼话啦吼，当然都无生死轮回呢。所以阿难，这个阿罗汉都是净化类型，叫做将尽安尼。吼、哦，所以安尼会当得到自在，这个叫做将尽阶段。啊，你若将尽，当然成得正安，都无妄别嘛。咱想讲太阳伫天空，还是月球伫天空顶，你都无乌云杂咧。安尼公望到树下，敢听有？好吧，即种定定都去甲恁留在位嘛。灶卡会顶，你一年啦拢卖去整理，我甲你讲，迄间灶卡有那昏暗昏暗，啊有诶拢分到个冷暖，要过年进前较个清。我讲安怎知影？安尼卡较贵个拢油烟。啊，明明一间灶卡的光线都剩一半了，伊都唔提早清就对，啊，就无法度啦。唔知是无用是哪么乱。啊，所以这个问题就讲时时清不熟，就按照这个慧能大师讲安，无数家进来，哦，安尼来个运作再发起，安尼应该大家听有哈、啊。听懂不懂？系啊，安尼嘛。啊！你这个灯，较早不是用是光灯嘛？所讲是电球啊，无啊，灶卡的电球啊，拢较昏暗。敢是啊？那大厅的电球就较光暗嘞，迄就是遐油烟甲卡嘞。啊，即马迄个油烟已经卡伫咱的心啊。这个明主讲就讲：三更之客间，客人用之日生路。其间不良，金毛杀尽，金毛杀猪之心，听懂吗？啊，今仔日在唔马草已经踏伫咱的心里，所以众生无正常。好、哦，啊，所以你给讲福报、富有，嘛是搁再对了。好、哦，伊虽然讲穿甲啪哩啪哩，可是内心黑暗。原在继续因为金钱去作孽嘛？啊，你高贵的人有迄个位，有迄个权，伊就是为着，搁在为着钱来啊。所以，迄种拢无高贵。修行的人，有哪有诶无高贵？心有哪真恶？吼、哦，心内底呢贪嗔痴疑执多些物件，六种根本烦恼，这就是不上轨道。出家人不上轨道，也是内心也是蛮糊涂的，蛮蒙蔽的。不上轨道，敢听？哈、哦，啊，那上轨道的人都不会这样子了。上轨道一直爱爱惜六道啊，爱惜数量啊。啊，在咱在家技术嘛，就讲重点就清净自本心。我今日阿哥袂当出家来搞个，我来世看当出家呗。啊，当显露迄个在自卑的树立啦，树无良心啦，吼、哦，还得拢显出来。吼、哦，即马这一段呢，那么第二两种叫做，即马换到这个叫做诚实论。即马才安尼讲，这是一种的法义。诚实论讲非解脱甲心解脱，就是以智慧啊断除无明，才有去讲歇，歇得就无明，对吼？但是若无智慧，那袂当断。你要怎断？要怎断？我问大家，
听经听听的啦，听听今仔日进去听，明仔载放了了，刷了了，敢有要温习？我看恁叫温习的人，我看无几个，我敢甲恁去断定。恁当个几个叫温习，实在卖白贼甲我讲，也是我看卖，袂使白贼咯，袂使妄语哦，一点仔妄语都袂使。安尼恁若搁再继续妄语，叫做妄白，嘛是血啊！好，按我知影，可见恁。可见你无伫村里去分析，啊！你无分析，咱这个立大乘论的头前算不是讲分析由下而中，由中而上吗？有无？啊！你唔分析，我跟你讲，你搁对头前要搁事搁搁再讲一遍，互恁听哦，恁也是哑个听落。我甲跟你讲真诶，对头啊开始。啊，所以恁若伫厝里，当然无要分析，无要阁看，因为恁我无看恁个录音，我嘛无看恁讲摄想办法来录音，啊，然后来厝里阁听，迄个叫做分析嘛，叫做温故知新嘛，哈、哦，没有对你们产生效果，没有。我讲不要打妄语，你看恁有会得救了呀？迄嘛是血啊，都无实在恁个野手，迄那个都血，妄语啦，妄语哈。啊，所以这么来哦哈，恁啊要悔改，就是讲以智悔改来，有可能断毒无明，因为智破无明，对哈？无明就是血业破嘛，迄、啊、叫做流转门，哈。啊！你今仔日若是有个文书修啊，真正有个智能改电话。啊！你问安怎问，就由下而中，由中而上嘛。啊！你若告诉讲听听，等到放咧。我甲你讲哦，恁也是戆度戆度啦，免得达到高贵。无啦，无高贵，所有的脾气毛病有哪关在地咧？迄款无名有哪关在地咧？我跟你讲真的呢。哈、哦！阿叔伫别种别个道场讲个，恁在朝个看无？即我嘛唔知影，暗顿暗宵个看无？哈、哦！因迄个叫做分析，恁继续伫看叫做分析。啊，即、這个了大乘论，恁也继续看，等于搁再看两遍啊。书嘛是爱看呢，书若无看，即、這个理义有哪袂走出来？哈、哦！啊，毋是看一遍两遍，有时迄个重点迄看袂出来，看过来遍。即卖连起镜爱看过来边较看有，阿嘛是爱来得爱直直看直直看哈。即卖来会，哈，开当断路无明血，无明血业之百，开当得解脱咯，爱有智慧，所以这个叫做慧解脱啦。第二叫做心解脱，为因出心。譬如讲，你今仔有智慧。啊，就知影讲这个因的中间，这个心离开贪爱，啊，较有可能，因为无明都贪爱嘛，无明行行在贪爱。我安尼转，你唔知听我无？无明行啊，甲落在识念；无明行识啊，来甲明识，六入缺修。搁在爱处有生老死安尼，哈！即咱要学有那学家讲，忽然间要运作，做有风机缘，才刻出来下当中者，才刻出来中者。爱学家安尼，将来恁啊伫方法下中间开当讲变在，有变在出来。啊，所以进来底个讲，这个心爱离贪。啊，甲贪爱吼，即贪爱就是迄个行，就是贪嗔痴的问题。所以即、這个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百离了，即离有百，离的解脱，即、這个叫做心解脱。啊，心解脱怎来啊？因为咱众生吼，拢互即个环境百咧，环境百咧，就是即贪爱百咧，所以放不下。真正呢，有像一个代志，事那安尼呢？看过袂顺一个，我那会放呢？
啊，毋过我若想讲大起来，遐代志就拢无搁再去想伊啊啦。哦，啊，咱即卖是家庭的环境有帮嘛，感情上有帮，吼、哦，事业有帮。啊，这当然你这个八字就是这个心讲明白起来嘛。啊，做这两项，第一。有智慧开端解脱，第二就是心放下，卖搁在作业开解脱，这点要注意。我咧讲哦，这是真十足的正理哦，恁知无？唔是讲凊彩乌白灰灰的，安尼就乱啊，不是这个样子。但是这个，我那唔是讲读读，看看讲讲的，就会解脱啦。一定要有耐心，对这个世间。这个搁在三界道门吼，你得一定爱搁知影。三界道门，啥物货？敢会记着？会记着个手话讲咩？来讲一个，讲一个。啊？我听无。你要说要继续讲个。啊，空，对吼，空啊，无相，无缘，哈、啊，安怎样不？这叫做三界道门空。无相，啊，到无缘，无缘那叫做无种。这在佛教内底哈。会无讲无共经讲出来。第一，你一定要了解诸法缘起，吼、哦，诸相无相，这恁来记好哦。什么搁再讲？因为诸相缘起相是无实际相，这里是诸法缘起的空甲无相。但是你既然知影讲一切法。当作是缘起无常空相，那么你就不能骄，搁在尊心要去注重，要去贪着，啊，你较有可能解脱。这个叫做三行，你若看会清，搁解会开，这较叫做三解脱门，听无？我咧讲呢，咱今讲这是在要互恁大家拢解脱，啊，搁在法义上将来搁在向众生宣说。大乘菩萨道，这个名爱名利，不是读读就过了就算了，不是这样子，一定要彻底透视这个法义上的本意，看什么物件。所以这三项叫做三界脱门，这个嘛是三三昧啊。你若真正会当落实，我跟你讲，世间的思想安怎变，你绝对非是内心放下非常稳定，别个再去唔对，哈。啊，做即卖来，搁再看哈，非解脱门。但是即卖搁一个解脱五义，即、這个因为内容无写全吼，因我要结束啊，中间写上一个黑板，我那袂使，所以叫印祖师干来写在冥想出来就好啊。哈，那么即个解脱五义哈，咱搁再念一个就好，因为主要是有那迄个非解脱甲心解脱，主要是即个。啊，即卖即个。卡底迄个个圣经，啊，加即个个奖金安尼，主要主要是啥？即个是根本哈，即马来哈，我阁甲咱讲，啥物叫做五种的解脱？即个五种的解脱哦，即个是出在即个监察善恶业报经内底的，因为即个是牵连到神界行政，很敢听无？现在这个五种哦，看见叫这个心界行安尼，这些人知影啦吼，知无？即讲即种常常甲恁讲的啦，这心界行情，我第一心。这个心解脱哦，
这是讲信万性，慢讲。即嘛，即个哈，即嘛，那是今年在讲五阶段，这是第一条吼，先识别，当个你白的。像那个先识别，当个因为劣业性，而且个经济吼已经净化，净化你无如在生死六道殊胜呢。安尼听有啦吼，都无先识。迄、那个问题就是讲，拢总迄个咱人迄个模式政治生嘛。啊，做这个生死袂当把生死就是牵连到这五阴啊六道四性，吼、哦。当然众生是受到这物件所绑，但是今仔日袂因为以前有智慧当解脱了，所以无受生死所绑，所以叫做生死不绑啊。你解脱了，上个无你嘛证书过啊，就是讲，互你证书过嘛，才讲存七往来尔。好、哦，这是独善其身的这个阿罗汉道。好、哦，按即嘛来个第二叫做经常不能办。解脱的人哦，经常自己讲在讲，经常就讲一切境界。等我你今仔已经解脱，心解脱啦，有慧达到心放下，心解脱，世间的思想拔离袂掉。因为你逐项自在嘞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有诶囡仔真哦，真正袂当捌讲。囡仔既然若大汉，啊，你搁放袂落，这都无对。啊，若囡仔细汉，你爱当然较有一个宽解心。所以一般诶人事业甲亲情绑了真严重。啊，若囡仔细汉，你甲关心教育，这是应正常诶一种迄个个爸母责任。哦，安尼讲囡仔都大汉啦，啊，着生活会当过啊。你讲为着迄囡仔将来安怎？我咧讲，伊有伊个运命，伊有伊个业性。哦，你会当生只惊心，袂当生只惊心，嘛袂当生惊业性啊。啊，你不受这环境绑，所以这个就是无解脱。好、哦，受到这个的思想，思想解脱了后，你着一切境界中，啊，若是真正经常解脱，一切境界都无中。啊，当然，你就那下当是早放下，安尼是早好啦，吼、哦。囡仔若大汉，啊，若囡仔细汉，咱做爸母人，囡仔细汉，当然恁无甲关心，处理唔到一个。吼、哦，啊，就是讲咱的内内底嘛有真大的牵制，像幼稚园安尼囡仔甲带叫迄个幼稚园的托儿所的车嘛，啊，你看我处理安尼八个载起哩。啊，七日落一个，甲放伫内底，阵翕死八点钟。这种呐，在爸母的这个心吼，实是真疼。好、哦，啊，这是莫怪，这是一定啊，会安尼。啊，你讲到囡仔大汉啦，你搁在厝主给甲关心啥？伊个命运得个行嘛？好、哦，咱讲是较实际讲的啦吼。囡仔细汉你无关心袂使，大汉你搁想过迄、那、落、個？好像弄好个镜，给你拔嘞，这是不对的啦。好、哦，而且嘛，第三叫做现实不能拔，现实不能拔，就讲啥呢？今仔日你那是讲思想欠钱，好、哦，当然人事啦，还是事业啦，还是各种的这个世间法啦，哈、哦。但是菩萨所看的境哦，绝对不去执着，这个叫做现实，现实别给你拔嘞。就是讲哦，咱人一生拢照迄个命去行，除非你家己有特大的错误，开始变化剧烈的这个恶命运，啊，那不是顺顺啊行呢？啊，但是你今学法的人，你高贵心就讲未以后世间的这金钱啦吼，家己未向，女将女人家己未向，吼官位家己未向，五田未向，酒色财气。拢别个咧卖，因为这酒啦，也是造成无量的危害。哈、哦，酒啊色也是现实社会造成无量的危害。啊，这个气产生这个堕散，也是造成无量危害嘛。啊，所以这个现实不能白得讲。今仔日吼，菩萨所见的这个境未集中，但是伊嘛无迄个心得着。
啊，看到亲像啥呢？亲像走马观花，啊，你看到过啊？你也袂记讲迄朵花生做啥？啊是芳的，啊是冰箱，啊是臭的。你大概袂去装迄个五角针，啊、哦，干那专心致意伫即个道理念嘛。了解哦，这是安尼。第四叫做有不连八，就讲这有就讲一切有违法，就是咱今日这种根本类似所见之相，菩萨离幻所见皆空。诸相是缘起相，是空，是因缘所生的这个事相非相。一切相拢安尼啊！啊，你当然你就照这个三界脱门安尼。所以今日在讲。无所着，故闻不能办安尼，无执着啦。譬如讲，食物件好食，食着就过嘛。袂像迄种世间人讲，吼、哦，迄代价钱嘛安尼，遮济啊，遮好食，啊，遮买着就几十箱，就几斤。啊，一个好食伫里食，食到中毒，一个阿伯啊八十岁，迄是旧年的代志。啊，好食伫贪着安尼，啊，着食袂煞。哦、不过这是凡夫，哈、哦、啊！这第五叫做“血不连白”，就讲“血是无明烦恼”，就是菩萨，哈、哦，知影这个妄想心，就是缘起空，知影无？一切妄希望的，就是有那缘起无主性空，啊，无主性空嘛是真实的这个数的理啊，所以来个无明，哈、哦。无明啊，在菩提来甲讲，烦恼嘛是菩提，啊菩提嘛是菩提，啊知吼，所以这个无中无不中，所以这个叫做修不连棒啊。哦，这个就是你今仔日乃是自生的中间吼，已经自性的理体内底，你已经明白这个事实，而这个三界道门。道歉生死也别跟你拍，你也别惊生死啊！因为生死是虚假相，好啊，本来就是涅槃的不生不灭啦。啊，生死就无惊遐。就讲怎讲，有生之年精进菩萨法，好、哦，未去虚，未去浪费时间生命。好啊，时间够用修够就好啊，真不紧啊。那菩萨讲，我再生来世再来嘛，死就死啊，惊啥？对吼，有众生努力许下生命，就许下生命，哪会惊啥？死就死啊，都缘起的物件嘛，有生就灭啦，有生有灭都来世未来生生世世各个来。吼、哦，这个就是对生死中间看会破，也看会开。安尼叫做解脱，有这个实际五义在内底，啊、哦，生死也袂绑咧，经常也袂甲你绑，现实也袂甲你绑，啊，甲有也袂甲你绑，啊，这个够现袂甲你绑，这就是啥呢？这是这道理是较我看的是较粗浅一点嘛，各有类似，不过只是华严经说，就是人看过华严经，才去整理落。这可能是大德写的，吼、哦！啊，那这个论吼，头前那两段论是可能是迄个菩萨经历，这个生死论加这个报性论啊，吼、哦！这两篇是较悬，啊，尾啊一篇是这个，吼、哦！解脱五义，这是较，这法是较浅薄，安尼较真正解脱，安那无变做，吼、哦！现在再来再看一下、啊、当然这个也是这样，我们知道一个众生要达到这种水准，如果没有相当去用功、啊、理义明确、啊、你用功精进，这样才有可能、啊、如果没有也是没办法、哦、知道、哦、所以这来就是说，但是呢会记住我们重要本身可以两种的解脱已经解脱了，这样慢慢成就佛道，因为今来都有一句叫做，吼、哦，今仔日化身佛来将这个生色的众生，予伊解脱；未生色的众生，予伊正生色的因。
啊，上说因嘛是啊，不同教化，无不同教化那阵，啊，但爱教化了对，教化那若无对，伊阵真努力嘛是偏差，啊，对于个人也无作用的呢。话都唔知讲，什么叫做修德啊？哈、哦，啊，幸福的这个教是安怎样做指针？啊，目的安怎？目的地安怎行？或者法师也唔知影咧，迄、那个叫做不上轨道嘛。应该有一个名词了哈，上轨道跟不上轨道，那个差的蛮大的，听不？啊，这在家中上轨道的上，学佛法、修佛佛理，上轨道的技术的无修嘛，该能上轨道。啊，那不明理理嘛是不上轨道，糊里糊涂也是一生过了。本来是好了，啊！恁即马我正甲恁讲，恁若无要精进，哈、哦！我甲你讲，我是我有计想讲骗伊阿伟，伊阿伟甲恁骗一个好。好，我即马叫人来记名，即个伊阿伟今仔就无来，啥物人？啊！正甲恁注意，注意人五遍伊阿伟空位，还是请你回去，不要继续听了，你听也听不懂，你放不下，没作用。我是本来会想的，看开口了，看安怎。我那培养较实在的人，较实在的地主，啊，那无要实在，我看也免想听。我给恁烦恼，我为恁烦恼个，还、啊、是无必要。安尼有路用无？无路用，因都听无落呀。啊，做迄个贪嗔痴啦、疑啦、慢啦、惑啦。那种根本吼，那种东西听较紧，啊，佫是安尼，安尼听袂怎？即摆我有想，我来甲改变一下。啊，那听无就卖来嘛，安尼嘛。哈、哦，啊，即摆来咱来看下，未成熟有情何以正成熟的因？啊，即摆来哦，佮所作何以会当达到究竟安尼？啊，咱的究竟是成分嘛？啊，毋是？啊，是要个人解脱的。那要个人解脱，恁听修行的对啦，去注意阿含经就可以啊。重视四性体不正等。啊，你讲袂使，我袂使个人解脱。那么你得注意，别安怎样生分安尼。好，安尼是较功利啦。安怎功利呢？佛陀教咱生分的。啊，咱唔生分，啊，佫无要大慈悲道去奉献个人。啊！来成就众生。啊！你若想我要成佛，娑婆世界在的众生，拢我兄弟啊，拢我累世来的这个兄弟。啊！不过我那是同一体性。啊！我要成佛，啊！我已经发大慈悲，就讲众生无边誓愿度，我要加度。啊！你就爱行这条菩提道，通好成佛啦。啊！这个四万成佛吼，我跟人讲，第一。这是监察善恶业报经，信愿这个叫做信戒行净安尼，这个不是遐哈，这个是错哈。啊，注意哦，这是若要甲讲较高级，我那真高级的哦哈。那么第一，信愿行等于以正性地，什么以正性地哦？什么一句话，我爱甲恁讲哦。啊、哦，这句正性地，我正甲人讲一下。啊，正性地哈。第一叫做灵，这是正性的灵性。啊，灵性即马咱要安怎样？像正性的就讲，伫这个十住位中去注意起来，十信啊到十住。啊，是安怎呢？因为你今仔日要安怎达到，较紧落实佛正庄严去。有那是注重文殊修，
啊，敢听有？你今仔日若无多问，对这个做起点，啊，无注重解，那么这个精神可能袂稳住，袂稳住就讲漂浮不定，啊，迷惰性。啊，所以今来你较讲安怎呢？就是这个达到十住，啊，若搁再起哩，第二叫做改行住，啊。我念就好啦。改行住就讲啥呢？就是你该修爱修，啊，该改爱改。什么个起哩了，才会当达到叫做十回向、十行、十回向位。这个卡叫做改行住，哎呀呢！即马即家你先解说第一条，卡会当达到改行住，哈、哦！啊卡即马来搁收起，卡会当达到即个个入初地的方便啊。好、哦，啊即马搁再来讲第三叫做静，迄、那个个改行住来搁再来叫做静心住，静心住就有。这个个断根本歇了，正无生法，啊，这样个个起哩，起哩地藏菩萨个起哩，就是伫这个个啥呢？迄、那个个入到这行道执住安尼，好，这个就是这个净心住的清净心地，啊，甲各诸法无生，啊，你若无清净，是无可能解各诸法无生的迄个法。这个叫做见道位，安听无？啊，这么个起哩叫做行道执住，行道执住就是讲由这个二地加七地，安直直变起哩。了解吼？不过这个法相冥想先知影，冥想先知影了，咱就知讲咱要进度这个定格，安怎定格？安怎变起哩？啊，这么到这个决定住。决定住是由八地九地，哈、哦，八地甲九地甲叫做决定住，即卖来叫做究竟住，就是由这个十地到圆觉安尼，这叫做精神的工课。我咧念者知吼，知无？这是有甲恁讲过十住的这问题，吼、哦，我即卖念这个。六种住哈，也是叫做住，即个个精性地安尼，六种的精性地，就是无共，迄、那个程度无共。啊，所以中间就是讲，信万行的由爱以精性地决定信，即马就是做只开胃入手安尼，靠这六因。啊，你若无开胃入手，你跟他讲我幸福是变哪幸，根本这开胃你都拢唔捌。啊！你嘛唔知道你去修什么东西？啊！你听这个法师给讲是讲了对啊，就唔对，你搞不懂啊。因为大摩祖师讲嘛，说世间法即凡夫嘛，说圣人法的出世法叫做圣人啊。这一定这个听书还知影。这两句话敢有讲过啊？有哈？啊！即马所谓法师大开始拢讲世间法啊。几个加出宿舍，啊，几个加讲五十二开会，没有啦，哈、啊，好啦，休息十分钟，明天准好，啊，好。